好，现在水开了，我们做第四步，再第二次去腥味，然后让它入一些味。所以现在水开了，我们加一些糖。米酒。白胡椒，然后再加一些好东西，鸡精，酱油吧，好，海参下锅，对，因为海参还是有一些腥味，先让它煮一阵子。